小人，加速都不跟我说一声。一子半指差，白棋胜了。我赢了。本君说到做到，既然答应过你的事情，就让你回玄心崖。回玄心崖？刚才不是你自己说的吗？只要你力所能及的事情，你都能做到。还以为你的决心有多坚决呢。帝君的允诺也很值钱的，你可以多考虑几日。本君门下无徒，法器众多。我已经考虑好了，之前我陪你看过一次星星，你也陪我看一次星星吧。哇，好大的鲲啊！说好了，放心，此事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绝不外传。有了帝君的陨落，想要什么都唾手可得，你却用来换这个。你若勤勉修习，日后便可参加晋升鹤殿，也就不用这样偷偷摸摸的。我找对了靠山，一样可以看到美景啊，而且还是独一份的，这多划算。那你可要报警了。你要干嘛？你别乱来啊！现在可就由不得你了。这小人，加速都不跟我说一声。手。谁想抱你啊？这样的赐福我经历过千百次，直到今日才知美景更胜银河。一点点先例就可以让人如此快乐。